嗨，大家，现在好一点了吗？现在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真的吗？哦，好，耶，太好了！哎，怎么会这样啦？每一次都这么卡，是怎么回事？好烦哦！我刚刚用的是自己的网络，然后看到你们说很卡，我就马上切换到那个酒店的网络，我还是卡，你们都说还是卡，说天哪，怎么办？然后我还害怕，就想说，哈，那会不会这样子，明天后天就没有办法就是直播了？好，我要跟你们。整理完就是床铺啊什么的，然后我现在要来吃晚餐，你们猜我的晚餐是什么？一下开放你们猜我晚餐。提示。哦，打不开了。提示，好，我公布答案了，我有点饿。他对我打了一个嗝，我立马写上了负100分。有隐私的浪漫程度得多少分？你做个人吧，我给你写了80分。哎，为什么少了那20分？少那20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刘令姿她不爱陪我吃饭。刘令姿在什么时候感受到？我超讶异的，我以为今天就会开始吃盒饭，我已经做好就是要吃盒饭的心理准备。哦，你们现在就看我吃泡面。你们都吃过晚餐了吗？啊，是不是又卡啦？吃过啦，好，那我现在来，就是跟你们边吃边聊，OK 吗？他一直跳出那个红色的，我好不安呢。就肯定可爱。他蹲在地上吃小火锅的时候，真的很可爱。曾肯定在什么时候感受到刘令姿的可爱？我在他破音的时候感觉到他可爱。最后，请派出你眼中的对方吧。本来我想画的是一个很长的人，但是我头画的太小了，然后这个腿。我为什么画成长短腿呢？是因为我给他先画了这条腿，后来我觉得这条腿太短了，我又画长了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这样画面太失调了，所以我说对不起，我给你重新画。好，这个就把这一段记忆给忘掉。这个是我认真画的，看头发。哎，但注意这个是我后来加的两笔哦。我给你画的很好。
手巨长，腿巨长，就是都粗框的那种，然后头小小的，脖子长长的，然后我下面还专门写了两个长，头发也长长的。像你的影子那么美，我感觉我的心在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Senses 的戴萌。我说小戴，你说小戴。Hello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You can be my boyfriend。却变成我下次再爱的期待。 6 hours 有点长，是下次让我特别晕，想到就快要见到你，会瞬间开心个不停。七月划破了那片海，摘下了耳机我刚睡醒，一离开梦里微微有你在的风景。 Oh yeah Baby we have a beautiful memories， 你靠在我的肩膀听我写给你的 R&B。 从南京回到洛杉矶，还是住在 K Town 附近。 You feel my love yeah， You feel my love。不在意从哪里到哪里开始累，你的肩对着镜子打扮，性感可爱那种 style， 你个偏爱之间的温柔试探，失去了理智判断。 I say hold me tight， 轻轻在耳边 kiss goodnight。 海风有点冷，我们到处走走，你脱下外套给我口红纽扣，害羞的狂